写的歌。我们是由三个小提琴和一把中提琴拉的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大家好，我们接下来演奏的是希腊罗德岛婚礼舞曲的《壮士传曼》。这首曲子是由萨卡拉里德编曲的。这首曲子里面有一个节奏会非常长的曲子，希望大家也能找到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曲子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思雨，我们接下来要演奏的曲目是 You Raise Me Up。小步舞曲是三拍子，可是它这里的小步舞曲不一样，这里小步舞曲有共几拍。他兴趣是观察星星，然后因此他在天文学界里面有一项重大的事迹，就是他发现了天王星。摇滚乐团 Coldplay 的 Viva Vida。